星期日在九龙湾公园上演赛马会精英杯 B 组榜首大战，由标准流浪恶斗君业北区。两队开赛初段未太入局，去到32分钟先由标准流浪打开缺口。神田梦实前场抢到个波之后，顺势嚟一脚远射，门将张桂华扑出唔远，赵正宇成功保中。流浪好快再入多球，4分钟之后神田梦实交个直线，伊巴谦谂住传，但俾叶卓文挡到，之后佢再射近处破网。流浪之后仲有次黄金机会，伊巴谦接应林显廷传送，但今次埋门就过唔到张桂华。落后嘅北区都尝试反扑，42分钟后备入替嘅陈浩嘉劲抽一脚，但俾门将陈冠新扑出。半场北区输紧两球，下半场北区一口气换入马图斯同肯迪加强功力，48分钟差啲收到成效，两名后备兵合作。但马图斯窄角度起脚无功而还。61分钟北区再失手，伊巴谦还传，神田梦实后上抽入，流浪领先到3-0。流浪之后得势不饶人，70分钟神田梦实抢到个波，再交俾赵正宇，可惜呢名小将射斜。7分钟之后赵正宇再有机会，今次佢杀入禁区之后力压罗果威射入。今场个人梅开二度。比赛尾段，伊巴谦右路传中，刘志乐窝里散中拍到再入网，帮球队埋斋，最终流浪赢5-0胜上榜首。